长老诸位会长理事干部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下午这个君亲事还没谈哈，我们顺移哈，这个顺移下来啊，大家 don't worry 哈，都还是会上到的哈。啊 ，Don't worry， 好像下一句是 Be happy 哈。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这个啊，方教授教给老和尚的哈，其实这一句也是我们的目标哈。啊，护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昨天是推到这个结论嘛？哈，好。哦，还有第二呢是。我们李炳南老师教给老和尚的至诚感通啊，这个不是学讲经才能至诚感通哈，护法也是能至诚感通的哈，佛菩萨会加持啊。那张家大师教的是看得破啊，放得下啊，好。我们在做护法的过程呢，只要生烦恼了一定要想到看得破，放得下，不要很多事情耿耿于怀比方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我们有时候不被理解的时候，难不难过？这个传统有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啊，诸位女同胞，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听过哈，所以你看女人被欣赏的时候就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是吧？不管是容貌还是才能就好话一句，做牛做马都愿意啊。可是假如你付出没有被肯定的时候，会不会黏黏的了这一句老祖宗留的话呢，是提醒女人的罩门不要因为没有被肯定了就没动力了所以我们护法的动力啊，最纯正的动力是什么？为众生，为佛法，为众生哈，不是因为某一个领导欣赏了有力气了不欣赏了就没力气了因地不争，果造迂曲啊。当然男女的罩门不一样我讲完女士的罩门。要拉回来，不然呢，这个磁场会有点不平衡。哎呀，这个承德法师比较偏心，再拉回来。因为男女的属性啊、特质啊，还是有一些差异。你看男子可能这个好面子啊，这个就要慎重了。好，那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他问的问题很实际因为他十六七岁他就问我对一个女孩子起了好感，心动了，怎么办？这是不是他们遇到的问题啊？你不要对十六岁的要往生啊，人生苦短啊，你说他十六七岁他体会人生苦短，这个
爱别离啊，他不是很有感受啊，哦，所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你要应机说法啊。诸位同学，我们有没有练到老少咸宜啊？跟年轻人可以谈，跟老人家也可以谈啊，应他们的机呀。啊，结果，哦，这个年轻人还很会问，啊，问自己的情况啊，问完之后就说：“法师啊，那你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哦，那我们，哦，比他多走几步路了啊，哦，就可以供养了，啊，哦，大家听完我们长老的，啊。啊，这个导师的心愿呢，啊，啊，有没有感觉我们长老身经百战呢，啊？是吧？你看，在那种气氛之下，啊，猪头被丢进去回教土，是吧？你看这个时候懂得找打箭牌。哎，学佛啊，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啊！你在这个世间。也要懂得办事啊！我们看一下佛法发扬光大的时候啊，都是跟掌握政权的啊，这个朝廷啊，关系要打好哎。玄奘大师哦，你看翻译那么多经典啊。他要跟谁打交道啊？唐太宗啊，唐高宗啊，跟武则天他们打交道啊，有没有挑战啊？挑战大得不得了啊！大家不要现在看到经典哦，翻译那么容易拿到，取回来很难啊，19年啊，啊，临向西方一步时啊。不向东土一步生啊，是这样的决心啊，去取经的哦，九死一生，九死还不能形容啊，不知道多少死啊，哦，19年回来了，还要翻19年。唐太宗的女儿跟玄奘大师最得意的辩机。法师啊，出现问题了，被腰斩了，让玄奘大师所做的一切努力几乎全军覆没啊！你看多难啊！哦，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看看啊，这个走过来的历史啊。都不简单啊，哦，所以长老他们在前面也是我们的挡箭牌了，啊，这些经验承传下来啊。你看孔子陈蔡绝粮讲了一句感叹的话，哎，这个我们都要体会啊，啊，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就是孔子因为要到楚国去，楚国国君邀请他，结果到了陈蔡边界呀，啊，就被拦住了。而孔子的弟子里面呢，啊，没有人跟陈国、蔡国的当权者关系是疏通的，结果就困在那里了。哦，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呵呵，这个在护法上啊，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不能学了佛之后啊，不食人间烟火啊，啊，这些关系啊，都要有啊，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啦，哎，好，哦，那这个年轻人啊，哎，他就
问了，啊，当然，啊，这个承德是学佛之后啊，身边80%都是女性。我到补习班去补习了，我到学校去教书了，基本上身边都是女性，哦，而且那时候我很年轻啊，20多岁而已啊。你看，面对那些境缘呢，啊，假如我们不是很清楚，哦，过去生的冤亲债主也不少啊，哦，所以这个一条路上啊，现在想一想也是险象环生啊。是吧？啊，哦，差一点点呢，啊，哈，哦。哎，这个真的都有佛菩萨加持啊，啊，但是也是很清楚，啊，哎，我们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啊，这个一定要胜于死，啊，钱债好还呐，啊，情债难还呐，啊。哎，大家不要听到这里啊，哦。说啊，反正我结婚了，阿弥陀佛，啊，这种考验不是说结了婚就没有这种考验啊。我们在道场里都有听过出情况的，啊，哦，那个杀伤力很大的，哦，所以阿难尊者给我们的表演，不能让他白表演了，是吧？摩登伽女啊。所以儒家为什么有礼，佛家为什么要持戒，都是防微杜渐。人假如没有这种防微杜渐的高度警觉性啊，一定大意失荆州。你觉得不会的，很有可能会出事，你觉得很可能出事的，你才不会出事。大家觉得我这么讲有没有道理？哎，这个是孔子说的哦。哦，孔子在《易经》里面说：“齐王，齐王，系于包商。”啊，齐王，齐王，就快灭了，快灭了，叫随时怕会灭掉啊，这个朝代会灭掉啊。哦，那反而是什么？哦，就像把绳子系在这个桑树啊，非常稳啊。好，有危机意识的反而才会比较安稳，没有危机意识啊，现在外在的诱惑啊，那不知道比以前多多少倍了。好，所以啊，老和尚常说，面对境界要清楚啊，啊，这个缘分行不行啊？这个不能攀缘的。哦，不然这个缘一启动了，我们说胜于死，你一启动了，这个缘就回不来了，哦，这个情债啊就要去还啊。哦，所以这个年轻人言语要慎重哦，你等一下啊，言语不稳重了啊，到时候这个情债你就这个缘就发展下去了。我们都有遇过那个啊，人家来讨债的啊，都用自杀来威胁他，最后他也得离婚的都有啊。后来呢，这个年轻人呢说了一句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也觉得他挺可爱的啊，他很真实面对自己啊，他说这个法师啊，哦，我觉得哈，哦，我看到漂亮的女生哦，我就会比较想跟她讲话。啊，哦，那个长得我觉得比较不漂亮的，我就不喜欢跟她讲话。我说，你看你不平等了，你的无量寿经哦白念了啊，哦，那个清净平等觉。哦，所以诸位男同修啊，这一点要注意哈。哦，不然搞得你团体的人说，嗯，没有平等心，啊，大小心，哦，这样会对组织的公信力会有影响。
哦，好，现在气氛呢比较平衡一点了，啊，两边都有互相啊，大家互相探讨探讨，哦，哦，这个致命点呢不太一样，哦，好，好，那刚刚好，我们放那个军心师啊，落实在护法工作中，你们没有发现什么变化？哎，你们从刚刚那个秀出来的景象里面，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诸位仁者，你们的观察力不够敏锐。好，一个干部领导者需不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需要哦，这样我们的及时关怀才能到位哦，是吧？你看到他的脸色不大好，或许是身体的情况，或许是他家里有什么情况，你要及时关怀，他就会很温暖哦。啊，再来，你会观察他的脸色的时候，哎，及时的护念，可能他的修学出现瓶颈哦，所以要敏锐哦。你们没有发现我刚刚那张照片脸比较丰满吗？有没有？哎，那一张照片是去年照的是吗 ？Hello， 是不是去年的？不是今年的吧？哎，大家再秀一遍啊！哎，这个脸有没有差？有没有？有哈，你们太不会关心人了，都没有人过来跟我说法师你瘦了。好，哎，你看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哈，一张照片跟做护法工作有没有关系？有，观察要敏锐，才能及时关怀、及时护念呐。啊，因为啊，陈德去受戒啊，45天呐，没有吃晚餐呐。再来呢，45天没有工作，啊，那个日子真的是 very nice。一件事都不用处理啊，哦，结果一出来呢，啊，打开手机，噔噔噔噔噔啊，要处理了。重点来了，受戒跟出来处理事情平等，这叫修行，是吧？不然要在哪里修平等心？啊，假如一出来噔噔噔，我想回去了，啊，那这个叫挑境界了，是吧？哎，何处是道场啊？何处是练心场？都是啊。结果一出来啊，工作很多啊。哦，我们长老已经教我们了，事情要懂得轻重缓急啊，来处理啊，事情不怕多啊，把它排列好就好了啊。但是出来呢，这个生理时钟啊，还在早上3点多4点起床哦，然后事情呢又要处理啊，有时候处理的又比较晚哦，结果连轴转了1个多礼拜。转转转转到弥陀村。好，因为呢这些行程啊都是去年好，哦，长老带着我们陈会长就给我画押。哦哦，所以我是舍命陪君子啊。哦，你看他们都是一心弘护正法。那转转转，哦，所以啊，好，刚刚呢，好，哦，就得找我们长老起来救场。
哦，这个感觉啊，这个气啊，要稍微深呼吸一下。啊，因为跟大家提这个呢，啊，就是啊，啊，今年呢，我跟我们庐江啊，一直啊走过来的这些同仁呢，啊，都跟了十多年了，啊，最长的也有二十年的了。啊，我跟他们共同期许啊，今年是啊自知去习的一年，啊，我们有自知之明。关心为要，啊，那我自己的性格啊，就是比较逞强，所以今年我要自知之明，不能逞强，哦，不然呢，我可能命运呢，啊，就是诸葛孔明的命运，啊，诸葛孔明活到54岁，我今年52岁，哦，我得悠着点。哦，不能透支太严重，哦，你看马上佛菩萨安排，哦，长老就出现了，哎，哦，那哦，所以我对治习气，哦，不干逞强的事，哎，我就缓和过来了，哦，好，所以刚刚晚课也没参加，哎，这个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哦，好，那啊，这个家有一老哈，我们长老是身经百战哈，所以以后啊有什么问题啊，啊我们都可以祈请啊，我们在啊当然不是每天问问题哦，哦你看我们随时要能体恤别人是吧？啊哎这个固定时间再回答就好了。那长老在讲解导师的心愿过程当中啊，啊，有关好几条是跟佛教有关的，跟出世法有关的，啊，哎，为佛教证明，啊，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我不知道大家在听我们长老讲到为佛教证明的时候啊。你们体会到什么？我在底下体会到啊，啊，长老对老和尚的教诲啊，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欲罢不能。哦，他那个认识佛教一打开哈，哦，我看给他3个小时时间不一定够。哇，你看讲到啊，光明云是吧？哦，这个是佛教的启蒙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认识佛教啊，我看可以这个请长老去讲认识佛教啊，哎，哦，你看，我知道我自己福报不够啊，所以我要勤转法轮啊，啊，要修一点福报，哎。那就是说呢，我们护法，啊，老和尚这几天有讲哦，我们要懂佛法，我们才知道怎么护。所以护法不能不懂佛法哦，要听经哦，要明理哦。哎，我们长老是不是给我们很好的示范？哦，所以。我们要持续熏习哦，哦，啊，真正要明白老和尚的教诲跟老和尚的理念，哦，好，哦，还有提到啊，哎，培养讲经弘法人才，啊，里面提到方法就是啊，一门深入，啊，深入一部经。而且有举到啊，刘树云老师啊，一集听10遍，啊，哎，要这样下功夫。啊，长老说他听那个
成佛之道听了100多遍啊，成德啊有听一遍，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那个我应该超过300遍，真受用。啊，你在任何境界就提起五心跟五行，而且就掌握着，因为老和尚就是掌握纲领给我们教导。心有根本，行有根本，哎，我们可以掌握住了，哦，所以这一点好处啊，哎，大家自己可以啊去下功夫啊，就体会到了，啊，你去挑啊一集呀，你觉得老和尚讲的让自己啊特别受用的，好。我现在得把眼镜取下来了，啊，代表也有老花了哈。哦，这个长老提到我们这个神运殿，也是给我们信心哦。啊，一心为佛法，啊，为众生呢，啊，不可思议。你看这些很专业的老师傅。啊，老师傅都出现了，你看做完之后，有的就走了。你看这真的不是人可以调动这些力量的，啊，这些例子都给我们信心哈。那有提到老有所依，壮有所学。哎呀，我们这里啊都半班教学，啊，希望大家来了之后。啊，学到佛法的伦理道德因果这些教诲啊，啊，对他的家庭身心还有事业都有帮助啊。哎，又壮有所修啊，又有所学啊，这个是一条龙了。哎，啊，这个我们弥陀村看看啊，这个啊有缘的孩子。假如刚好我这，比方说这几个月都在马来西亚，哦，那这些发心的年轻人呢，啊，刚好我也可以带一带，哦，好，这个是这个门之内的哈，啊，你们太多人来讲，我只能活到54岁啊，就是。因为教学相长啊，哦，这个有心的年轻人啊，哦，哎，他发愿要去英国汉学院的，啊，哦，这个我私底下我们再来商量商量哦，因为那种年龄的孩子啊，还是要带的，哦，很难是说他们听了经了就知道佛法怎么用了，啊，哦，不只是十几岁的孩子要带，承德感受啊。我们的团队下属啊都要带他，才能慢慢体会到佛法怎么用在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中啊。我自己啊，啊，这个也要忏悔哦，啊，我记得我开始出来推传统文化啊，啊，我们有一个干部啊就跟我说啊，啊，当时候还没出家嘛，他说：“老师啊，我觉得啊，你很像一只母鸡，啊，到处生蛋呐，啊，生完就走了，生完孵出来以后就走了，没有带小鸡呀，啊，哦，啊，我定在一个地方啊。”长达2年，只有一个地方。啊，哎，我在这个地方，比方说，啊，在大陆，我总共待了6年。
可是我飞机呀、啊，飞好多地方。哦，我刚好最近啊，刚好有一些地区说帮我办移民啊，他说办了呢，你以后弘法方便。哦，那个古人教我们来，狡兔要有三窟啊。哦，不过这个因为人家盛情难却呀、啊，哦，又看老和尚好像一拿出来啊，护照很多啊，哦，要去哪里都很方便了、啊，都不用办签证了、啊、哈、哦。啊，结果呢，他们要帮我办加拿大签证哈、哦。啊，结果呢，他在填资料的时候啊，他看我的护照翻了、啊、翻了、啊。他说：“法师啊，我看你买一台飞机得了吧？哇，看到上面飞的次数很多啊！哦，可能不怎么坐过飞机的人说：‘哎呦，好好哦，哦，哦，这个，哦，不好玩了啊！’啊，尤其飞行超过8个小时以上的，很不好玩了。”哦，那这个也是因缘使然哦，跑了不少地方了。结果呢，因为新冠疫情，想飞都没得飞了，哦，没有飞机可以坐了，定在英国汉学院2年没动。啊，那些同学同事啊，跟我朝夕相处，2年之后，带的几个人啊，一毕业就承担重任，所以真的人一带啊，才能成才啊，啊啊，用大陆的话叫有革命感情啊，啊，这个用马来西亚的话应该。用哪个词比较适合啊？啊，你看，一同经过那么多岁月啊，那感情非常笃实，笃实啊，很深。哦哦，这个用闽南话说的，啊，打不走的，骂不走。啊，所以我自己也体会啊，要带呀、啊。所以就想说啊，啊，我在弥陀村的岁月啊，啊，假如有比较年轻的啊，包含呢，啊，诸位忍者，啊，你们也想来看看我的，哦，这个到时候也欢迎啊，啊，因为啊，缘分是有不同的，啊，100多个人一起上课啊，是一种缘，是吧？啊、哦，你们2个人来找我、啊，又是另外一种缘。哦，啊，啊，可以个别情况啊谈得比较深入的，绝对不是100多个人。啊、哦，100多个人的时候啊，有时候你连问问题啊都要考虑再三。哎，我们学会来了3、5个人，啊、哦，问一个问题哦。嗯啊，好，我话不要讲太白哈、哦，哎，这难免可能会比较有多一些顾忌，哦，好，哦，所以其实我是蛮希望啊，因为大家都在第一线，因为我都是打第一线的战役哈、哦，啊，我没有打过第二线战的。哦，所以属牛跟属马的哦，都是打前线的。啊、哦，我很能体会，啊，哎，大家，哦，用大陆的话讲，都是真刀真枪的啊、哦。哎，那个我看，长老他们可能处理过那个啊附体的啊，马上就要处理的，有吧？对呀、啊，紧急的状况很多。我们第一线都是
我们人是非经过不知难，所以也是蛮希望能多探讨一些我们净宗学会我们这些净宗团队实际面临的问题我们来探讨这样理跟事就更好的融在一起了所以大家来了不要客气有什么问题尽量写过来或者以后你们确定我在弥陀村的时候你们只要来我一定泡大红袍请你们喝你看这个时候就要用利诱的我一定泡好茶泡喝得请大家喝我们那个茶都有茶禅真味因为我们喝茶的都是谈经论道我们不兴事语要在正论好所以这个是感触那两年带着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也有一点感觉对不起这些汉学院的学生假如我能一年有个三五个月定在那里这个学生带的效果一定不一样了所以承德就尽量呢到一个地方最少待两个月以上不要动这样就可以当然当我不在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忘了我的叮咛是吧然后希望大家在盼望早日归来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分开了是吧但是就是你看我们这个佛门有结下安居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沉淀沉淀这些弘法的经验大家好好来切磋然后再重新出发这个时场也要调整调整不能一直干一直干都没有静下来沉淀下来的时间好那这个我们听长老提起我们弥陀村的缘分提到了达摩祖师东传传到第六代才开始开花怎么可以一代都等不了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老和尚很会讲故事那一讲到讲故事诸位领导马来西亚都讲领导还是讲长官还是用哪个词用领导嘛好我们在领导工作你不能说那个讲学跟我没有关系坐之君坐之亲坐之什么师当领导也要很会讲故事呢现在人老和尚说20岁到40岁要用暗示的不能直接讲要顾及他的面子所以要会讲故事啦你看老和尚讲个故事娓娓道来马上我们就领会到了这个也是老和尚在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当领导当老师都要运用这些譬喻跟故事来启发下属或者启发学生那这里有讲到祭祖所以我们8月31号9月1号在哪一个体育馆
哦，这个马来话哈、哦，啊，我只知道 Selama Pagi 啊，啊，现在是 Selama Malam 啊，哦，好，啊，这两天呢、啊，哎，第一天念佛，哦，我们悟行法师主法，啊、哦，还有开示念佛的重要，啊、哦，哎，念佛的功德。哎，第二天呢，哇，这安排的非常好啊！哦，第二天啊、有李金化校长讲林莲玉老先生、沈慕余老先生的精神，这是我们华教的精神啊！啊、哦，没有他们两位老人家，我们华教。很可能跟印尼情况差不多、哦、当然、哦、我们现在印尼自视人人、哦、我们这黄丽华老师啊、哦、他们在我是确实很敬佩他、哦、他的华文本来不懂的、哦、现在都练到监狱啊很多地方去讲学、哦、所以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哦，哦，他们现在很全心全意在做哦，啊，我们英国汉学院也有印尼的学生呢、啊，啊，到时候一定好支援你们啊、哦，哎呦，哦，马上就飘起来了啊，是有回应啊，是吧？好。好，那这个精神要承传，哦，大家要知道哈、哦，不能知少为主。现在全世界海峡两岸以外，有一道非常漂亮的华教风景线。你看华教，好像是西马。好像就有1300多所华小，1302。我在海外那么多华人地方走过来啊，我还没有见到一所华小，太不简单啦！啊，可是不能这样满足喽，啊，一满足啊。你就会往下掉哦，所以要培养更多像林老、沈老这样的栋梁人才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哦。所以我们李金化校长啊，他退休之后更忙，啊，现在不知道从东马回来没有。啊，去了师屋好几天，去讲学呀、啊，都70多岁了，啊，好、哦，那他会讲一堂课，啊，再来呢，这个，廖德胜校长，他也退休了，他成立了一个中心在巴生。啊，也是尽力在弘扬中华文化啊，请他讲祭祖的意义。哇，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大的演讲啊，啊，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老师哦，啊，不用请外面来了哈、啊。哦，这个很可喜哦，啊，代表这个整个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又要再更开花结果了，哦，那还有祭祖哦，啊，他们讲完之后就祭祖，啊，祭祖下午开始30细念超度祖先，哦，这两天的课程呢，啊，大家可以啊共襄盛举，哦，啊，这是刚好长老刚刚提到的。老和尚这些心愿啊，真的有想到的，跟大家做一下回应。好，好，所以有
佛教方面的心愿，有传统文化的心愿，还有旧世界的心愿。我们马来西亚各境中啊，可以随份随地啊来做。那毕竟我们是多种族的一个国度。我这一次受戒过程呢，我们有一位引理师这天松法师他在马来西亚有道场他好几个出家比丘尼45天都去厨房护戒，护这45天的三坛大戒也很感谢他们，都是华人他在印度办学校好像有600-700个孩子，他进一步要办佛学院听了好高兴在佛陀的国度办佛学院希望能再把佛法在印度再振兴起来因为我们有三大民族你看这个印度裔的力量再回去印度做贡献了末法还有9000年可是现在已经摔到一个低谷了他一定要上来的谁让他上来的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大家共同发愿在这个特殊佛法圣教的谷底我一定发菩提心念正法得久住《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一段话提到了正法相法皆已灭度仅存末法有教无人佛教还存在没有人才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竞逐利名400年前讲的话佛教的情况举目滔滔天下皆是那我们现在比起那个时候更衰了不知佛是何人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了法是何意不了解佛法的义理了身是何名这些高僧大德不认识了衰残至此佛法衰到这个样子了殆不忍言我们佛弟子看了很不忍心那我们就要勇于承担直下来承担承担复兴佛法承担老和尚的理念因为刚刚长老也说到了社会要安和乐利这个正法才能兴盛身安道才能容所以我们是多种族多宗教的一个国度老和尚这个理念确实很重要让各族群宗教之间能和睦这个社会就会安定当然也有把汉学弘传到世界老和尚为什么晚年一直非教科文组织因为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见大使一个大使接受了可能这个5000年的智慧可以去利益到他的国度跟人民我跟大家讲这个都不是未来事是已经发生的事了我见过一个大使他非常尊敬老和尚学群书之要很认真他还在讲群书之要他用法语讲的马达加斯加的前大使结果他学的群书之要
刚好他的国家领导人出现了群众信心危机，哎，有请教他，他就以群书治要其中一句“过而能改”，啊，“过而不改啊，是谓过矣。”人不可能不犯错，你错了再不改啊，那是太严重的过失了。他就告诉领导人，结果这个领导人听进去了，公开给老百姓道歉，结果就化解掉了。哦，所以群书治要管用哦，这个。我们马哈迪长老啊，当时候啊，我们同仁翻成英文，他看了之后说啊，我假如早一点看到啊，可能就少犯一些错误了。我们古人这些提醒是真有智慧啊。哦，马来西亚的华人啊 ，English is very nice。是吧？你们从小就学了，你们是最有本钱的，可以把中华文明用英文去弘扬哦。啊，台湾这一点啊，还比不上你们哦。哦，而且听说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全世界工作啊，口碑 very nice， 哎，性格很好。其实啊，真正领导人他有他人生的阅历啊，良好的个性胜过卓越的才华。哦，《论语》告诉我们，哎，我现在在讲群书之要君亲师哈，知人善用啊，啊，这个做之君要有这一点哦，啊，这些都是通的啊，你们不要着相了啊。你看这个承德法师都讲了一个小时了，还没有讲君亲师啊。我待会讲的时候会刚刚讲的，刚刚讲的啊。孔子在《论语》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啊啊，有周公的才能啊，这些啊办事能力啊，使骄且令，他只要骄傲吝啬啊，吝法，不愿意教别人啊，尤其是这个骄傲啊，一骄傲啊就没人缘了 啊， 啊，一骄傲啊很可能就让别人很受伤啊，很没信心了，他会看低别人嘛。那假如是这样的人呢，那这个人不堪大用了，其余不足观也已啊，他其他的才华都不用看了，只要他有傲慢啊，吝啬去教别人，尤其是傲慢哦。所以良好的个性重要啊，很谦和啊，沉静谦和，真诚恭敬别人。所以我们跟下一代的性格啊，要感谢我们老祖，我们的父母祖先哈，有把中华文化传下来。好，我这一次过年呢，啊，有一个母亲呢，带着她四个小孩，啊，她四个小孩有三个是胎教。一个是两岁开始用传统文化教，哦，他四个孩子我认识了几年了哈，应该也有三年了，我没见过他四个孩子发一次脾气，而且是跟我住在一起一个月哦，总共住了两次了，真的时节因缘差好多哦。很温和，好，那今年呢？他们来跟我一起过年，好，结果呢？这个老大啊，已经16、17岁了，
他说我以后啊很想再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人很亲切很热情，我不能补一句超过台湾，因为我是台湾人嘛，不过还是讲了，这个是希望呢我们台湾也要努力，因为我这个话也有公开讲，最像传统的中国人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过年的时候还有张灯结彩，现在不容易看到了，我们在台湾哇这个过年期间到了晚上很漂亮，那个灯是一道风景，哪里最念祖先的文化哪里是最有福报的，这个叫恩田不忘祖德，所以这个把汉学弘扬到世界我对马来西亚华人是很有信心，再来老和尚还有提到，比方说这个梵蒂冈可以成为天主教的圣城，它有300个教这个教会教堂都能拿来弘扬。其实老和尚一生也给全世界的宗教界表法了，他一个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钱没有地位，最后把佛法弘传到5大洲，哪个地区宗教种族的人看懂了他会效法，好，所以这一些老和尚的理念跟身教有机缘我们跟不同种族宗教，因为大家也会接触到很多种族宗教的人，所以承德就顺道提一下，好，我们来看君亲师如何落实在护法工作中。这里顺道跟会长启示一下也跟长老我们一起，就是说我们要能够长老首先提到的是这个要熟悉我们整个净土中的经教5经1论这个是我们所要深入的经教礼一这个教一是首先的5经1论，所以可能打算我们5月开始在平台当中讲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我们就用5月22号刚好卫塞节礼拜三大家有放假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学1个月1次看哪一天放假我们5月可以了还是有活动有活动了没关系我们再商量没问题反正我们就5月就开始了假如有活动我们再选日期了反正卫塞节前后都好了好这个都是我们长老
催我的哈，所以他有远见哈，这些我们一起来共学。好，那第一呢，君亲师的意义，中华传统文化三宝，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是领导，亲是父母，师是老师。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昨天跟大家有提到，为什么老和尚会讲一个专题，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又错了，我还没讲二十一遍的时候，不要问人家有没有印象啊。老和尚因为听到了当妈妈的说孩子不听话，当老师的说学生不好教，当领导的说下属不好带，老和尚才应机说的这个主题。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是我们做的不够全面了，我们只偏重，所以佛法说不能执着。你看，我们一当父母了，就着在只有这个做之亲的角度了。那当然，你不做之君呢，孩子不可能服气我们。你叫他要孝顺，他说你对爷爷奶奶不孝顺，还叫我孝顺，没用了。所以大学有说了，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话非常有道味道，我们有这个优点了，我们去带动别人有这个优点。老和尚这两天是不是都教导做到让人家感动，不是要求来的。无诸己，就是我没有这个缺点了，我再去护念别人改掉这个缺点，这个是知所先后。我们冷静看一看，我们劝亲戚朋友的效果好不好？效果不好要不要检讨？效果不好不能一句算了，一禅体没有善根，请问大家这个结论好不好？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很可能是我人家亲戚朋友觉得我们学佛之后呢也没有太大改变，还增加了一点执着分别。那他要听我们的提醒就不容易了。所以不能执着。在一个角度要能全面一点。那再来大乘佛法要离言说相、明智相、心缘相。比方说今天我们是下属一看君领导，这跟我没关系。亲，我还没结婚，这跟我没关系。师，我还没教上台教学，没关系。我看下去还有很年轻的，也不会说都跟我没关系吧。君亲师是一种精神，你掌握住了，你哪怕处在下位，你都可以感动领导；你处在儿子的角色，你做到了，你可以感动你的父母；你在学生的角色，你可以感动你的老师。舜王给我们做榜样了，他是儿子，他感动了谁？首先感动了皇帝，
再来感动自己的父母了。美国华裔有一位叫丁龙，大家听过他的故事吗？他到美国去呀，做一个很有钱人的仆人，很没有地位哦。结果他因为很有德，很尽职，但是他的老板脾气太大了。员工都被他赶走了，连丁龙都被他赶走。结果有一天呢，这个老板家失火了，以前的员工没有人回来救火，只有丁龙回来了。那这个老板就很感动啊，然后就说，因为他不识字嘛，就说你的父亲一定很有学问。他说我父亲不识字。那你的爷爷一定很有学问。他说我的爷爷不识字。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感触到中华文明是从哪里传的？是从学历传的吗？从家庭的身教，不识字都能传。那他的老板对中华文化也有震撼哦。你看几代不识字，可是你看这么尽忠职守，这么重忠义。后来呢，他老了，他不能再工作了。他跟他老板说啊，老板，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他老板也很佩服他。所以你当下属可以当到你的领导很佩服你了。那你说吧。他说，他就把他一生的积蓄拿出来，说你可不可以拿着我的钱，帮我成立一所汉学系？哇，他的老板很震撼啊！你看一个仆人啊，他可以为自己文化沉船把他倾其所有啊！震撼他老板的心哦。后来他老板真的满了他的愿，成立了哥伦比亚汉学系，美国第一所。所以这个君亲师啊，在任何一个角色都能做哦。大陆也有一个例子啊，白方礼老先生，他踩三轮车哦，最后感动全中国，因为他把他一生的积蓄都拿出来帮读不起书的学生哦，而且七十多岁又重新踩脚踏车哦，踩到九十岁左右哦，赚了好像是30多万，又去帮所有的这个没钱的学生哦，颁奖学金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亲自颁哦。你看那些年轻的孩子十几岁拿着他的奖学金，会不会发抖啊？会不会把他的精神纳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后来调查哦，拿了他奖学金的学生，只要毕业了，没有一个人不从事公益事业的。全部都做，所以这个君亲师啊，大家不要着相哈，一定要处在高位，没有哦。好，这个老和尚讲法的时候啊，都让我们感觉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里面，这个法是圆融的哦。好，第二，《群书治要》中啊，关于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的启示啊。第一呢，坐之君啊，我们看君应该有哪一些重要的特质、特点？
好，我们当然也是随着这些教诲啊，啊，对照对照。好，第一是使命感。好，好，我那本那个，帮我拿过来一下，抱歉。啊，这一句大家应该有印象哦，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360书，啊，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啊，士是读书人啊，我们都是学儒释道圣教的啊，我们也算士哈，我们是接触了圣贤经典的啊，不可以不弘毅啊，弘就是心量广大啊，为苍生，不只为现在的苍生，也为未来的苍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既绝学是因，因为圣教有复兴了，人心得到教化，才会有好的家庭、团体、社会。哦，对，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所以我们任重道远呐。啊，老和尚说，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因为5000年来这么多朝代更替啊，还没有出现文化会断层啊，可是在我们这100多年了，忽略了好几代了啊，有这个危急存亡的危机了。那这么危机，我们能把它承传，而这个承传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事，而是我们有没有尽力啊。了凡四训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女子到佛寺去捐了多少钱？2文钱。哎，这个故事有没有启示？很有启示哦。你看，我们中华文化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是他尽力了没有。功德是心所产生的啊，只要心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功德是圆满的啊。所以圆满的功德每一个人都能修哦，啊，不是很有钱的人才能修啊。你看这2文钱就启示我们了哦。好，所以这个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啊，我们好好来承担，来积功累德啊。当然最后是同生极乐国啊，这件事很重要啊。老和尚说了啊，你往生极乐世界，传统文化可以做生生世世哦，啊，你没有往生啊，可能只能做这一世哦，所以做了不要陷进去哦，不要忘了求生极乐世界啊！啊，那人以为自己的己任，不亦重乎？啊，这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啊，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啊，就这一生尽行受啊，去努力。好，这是《论语》的教诲啊，这是使命感啊。好，那我们刚刚举的“念正法得久住，劝发菩提心”这一段文，这个就是使命感啊。第二，以身作则啊。我们翻到了143页。啊，这本书终于翻开了啊！希望这不是一个结束，希望大家每天呢都翻开这一本书，
对大家的护法工作啊，绝对很有帮助啊。孔子说啊，那个其身正，当正者本身言行端正，能做出表率模范啊，那不令而行，令就是发号施令了啊，他不用发号施令，人民自然呢起身效法。哦，好，啊，我们这两天有提到了，啊，你看周朝，啊，他有孝悌，啊，哎，一家人，一国兴仁，这是《大学》的教诲，一家让，一国兴让，啊，哎，在座应该很多是周朝的后代哦，啊，我们蔡氏啊也是周朝的后代。哎，在座有没有口天吴的？哎呦，你们知道你们的祖先是泰伯仲雍，就是把国家让给三弟的哦。哦，你们身上有他们的 DNA 哦。哦，所以你们这个就是上行下效。你说这个周朝的子民看到他们的天子是这样，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哪可能还在兄弟之间还在那里争财产？哦，这个是其身正呢，不令而行。哦，下一句呢？其身不正呢，虽令不从。如果当政者，领导者本身言行不正，虽然下命令啊，那人民也不会服从遵守。你再强势啊，他也是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对策，他一定阳奉阴违，因为他心里不服气。好，那我们看这一句啊，我们为什么现在都在晋中学会服务？首先我们被谁感动了？被我们的师父上人，有没有？被他的精神为法忘躯啊，哎，那老人家已经把表率给我们看了，哎，我们要效法啊。我们这两天都在探讨啊，我们跟老和尚学就要像老和尚哦，好像毁人不倦哦，这是我看到太多的场景了。啊，一有机会就把佛法介绍给有缘的人。啊，有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对面有一个人民大会堂，哦，不是，对，天安门有。哦，那个有人民大会堂，哦，好像是在故宫的对面，哦，当时候呢老和尚捐款给少儿基金会，哦，结果来了很多算是都很有身份的贵宾，哦，结果在蒙古厅宴请他们吃中餐，哦，那个蒙古厅非常大，桌子很长，啊，我当时候30出头，啊，本老和尚的福气也在这边参与盛会啊，结果我坐在最角落，我看到呢一坐下来，老和尚就娓娓道来在讲佛法，本来那两旁的人呢，啊，都在交头接耳谈他们在谈的事情，才过了几分钟啊，看到的情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讲话，所以那种诚心啊感通了，所有的人都听着老和尚讲话，
这个是诲人不倦的给我们的榜样。好，来，我们再看下一句。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啊，都是以身作则，先要求自己啊。哎，我们来感受感受啊。啊，我们假如不正己而要求别人，对方会产生什么心情？啊，他一定不服气的哦。好，那再来呢？正己而求于人，可以吗？啊，我们对着下属说了，你知道吗？我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哎，你怎么不发发心呢？哎，有正己哦，可是什么？求。要求人，哦，了凡先生哦，很有智慧哦，啊，他现在在我一讲到了凡先生，了凡先生就在极乐世界给我放光了哦，是吧？对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起什么念头，千净海会众菩萨都知道。啊，什么时候往生他也知道哦，他会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哦，是吗？他老人家很慈悲，他留了其中一段话教我们在末法时期怎么跟人相处啊，所以我们读这些书哦，不能划过去哦，字字珠玑哦，每一段都很精彩哦，哦，不是电影，绝无人场哦。这些经典，你去读那个《了凡四训》《劝发菩提心文》，真的，你真诚恭敬心去读啊，那每一段都是醍醐灌顶啊。了凡先生首先举了舜王做榜样，舜在雷泽，他去了雷泽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互相争夺好的赚钱的位置啊，捕鱼的位置。你看，舜王有那么高，他是地方官哦，他也很有道德学问哦，可是他面对这些老百姓，他没有去要求他们哦，他只是自己带头哦。然后看到有人做好了，他就赞叹那个人。哎，他这么去做了，这个地方一年之后，整个互相争夺的风气啊，转成互相礼让了。哦，所以了凡先生说啊，以舜的明哲，他又有智慧，又有德行，又有威望。难道不能以言语来教老百姓吗？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工苦心也。为什么他用他的身教？因为后世的人不见得有他的道德学问跟威望，可是这个身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效法的，是吧？他假如言教啊，那后世的人说啊，那是大顺他有那个身份地位什么什么，所以他讲有用啊，我们没用啊。哎，他没有用言语。哦，所以这个故事开解完了，马上拉到吾辈处末世，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勿以己之长盖人，就是不要以自己的长处。去让人家感觉你在要求，在压他。哎，我每天工作多久？哎，哎，你知道我付出多久了吗？多少了吗？
不要以己之长盖人。其实啊，这个是很容易我们不知不觉犯了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遇过啊？父子关系不融洽，兄弟关系不融洽，亲人关系不融洽，往往是啊，比方说这个父亲啊，工作能力很好，思维敏捷，请问他生的孩子会不会每个人思维都敏捷？啊，这个你们比我有经验哦，这个你们要回答哦。大家有没有感悟到，你生了三个孩子一样吗？差好多哦。所以证明什么？那是跟我们的缘来投胎的，性格都不一样。所以因材施教不只对学生哦，对孩子也是一样的哦。好，所以可能父亲的长处刚好是孩子的短处，可是这个父亲自己没有做到啊，没有关照到啊。拜托啊，数学那么简单，哇，一下子这个孩子心里好不好受？他会慢慢变成一个心结哦。这个是《训俗仪规》里面讲的哦。我感觉这个古人啊，他人生的阅历啊，他都希望护念我们哦。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家里生三个五个哈，最疼哪一个？最疼哪一个？大部分呢，最小的那一个。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哦，你看《训俗仪规》里面分析出来哦，因为啊，一个人一两岁哦，可爱的不行，所有的人人见人爱，好，等到他会走路比较顺了，哎呀，变小讨厌了，啊，碰这个碰那个，哦，所以你看他一三五岁了，啊，他的弟弟妹妹就变成小可爱了，他变小讨厌了，哦，结果换到最后一个没人跟他比了。啊，他可爱的影像就永远留在父母的心里面了。哎，讲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当父母的人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要平等。啊，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刚好接触到啊四个孩子的家庭。结果那个老三呢，有一天啊，嘴巴翘得很高，说啊，我妈妈最偏心了啊，我们读书的时候，我弟弟呢去跟我妈妈说，妈，我要上厕所，他妈妈说好，15分钟回来哦，我去呢就只有10分钟。大家要注意哦，妈妈没有发觉这一件事情哦，请问这个老三会怎样？他会有心病哦。一个孩子觉得父母不平等，请问他容易相信老师吗？他容易相信他人吗？哦，我感觉我说到这里啊，我很感激父母跟我爷爷奶奶哦，啊，因为我是长孙，又是长曾孙哦，很可以被捧得很高哦。可是我爷爷没有这么做，不然我就要生病了。哎，好，哦，所以这个平等心啊，不是在《无量寿经》当中念哦，你要拉回来，你自己在当长辈、在当领导的时候非常重要哦，不然你的孩子会内伤哦，
你的下属会内伤哦，还有你的学生会内伤哦。所以我们英国汉学院院长跟我们这些同仁们的共识哦，不管他是自费的还是助学还是奖学金，一视同仁。我们也在这里练哦。哦，好，所以古人的书啊，开卷有益啊，很有人生智慧。哦，所以罄竹一归分析出来了，了凡先生也强调这个重点：不要以自己的优点、你的才能的特长啊，去要求家人、要求下属。这个叫正己而不求于人，不然他会怨哦。哦，老和尚教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怨哦，啊，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哦，啊，第三，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公自厚。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啊，然后对别人很宽容，叫薄责于人，这样人家不会怨我们，不止不会怨呢，会被我们感动啊。来，我们举例子啊，这个是以身作则。第一个，虞国跟芮国啊，啊，在周文王的时代，有这两个国家为了田地互相争夺。结果呢，这个人很有意思哈，他们在争夺的时候还会去找有德行的人，来，我们去找文王评评理哈。哎，结果呢，他们呢进入了这个周的领域的时候啊，看到他们田地之间呢，中间空很宽的地方。就是大家互相让，就让出了很宽人可以行走的地方。假如人民很贪的话，哦，那个路会很小的哦。哎，这个是触动了。后来进入城市啊，周朝的城市了，又看到百姓走路啊，在街道当中就是互相礼让啊。进入文王的朝廷，看到这些文武百官啊，也是互相礼让啊。最后两个人鼻子摸一摸啊，也没有见文王就回来了。啊，回来之后啊，他们就互相让了，就不争那个田了。结果因为这件事啊，当时候我们说八百诸侯啊，啊，结果就好像有几十个诸侯啊，就因为这一件事全部归附到这个文王底下来了，所以有 一句话叫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啊。这文王这个例子哦，你看几十个国家就归附他了，哎，他做得好啊。再来日本东芝企业家土光敏夫，日本呢，啊，出了一本书叫《论语与算盘》，他们把《论语》用到企业经营，算是用得很好哦。曾经说的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以身作则啊，他自己每天晚上九点多睡觉，早上三点起床，他都是第一个到公司的人。哦，啊，他可能是最晚离开了那。他就以身作则了。第三，做之君的特色啊，要大公无私。这个很抱歉哦，这个时间有限哦，所以呢，我们就不每一句开解了哦。但是应该很多句啊，我们前面有提到哦。这个大公无私啊，我们看
这一句有讲过了，公声名，臣大公无私，你看事情比较明白，不会偏心。你偏爱的人，你看不到他的问题；你对他有成见的人，你看不到他的优点。大学说的“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还有从容可以声明。这里提到正廉税礼，听过正廉税礼故事的请举手，没听过的请举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有一点难过，你们没有听过正廉，那应该是听我的课听太少了。因为这个故事我，不是，你们不是这样，你们因为没有听21遍啊。当时候呢，正廉的家超过1000人，这个皇帝呀，朱元璋呢要颁一个天下第一家给他啊，还给他考试呢，给他2颗水梨，让他拿回去看你怎么分。这个正廉回去不慌不忙哈，这个交代下去啊，拿2个大水缸啊，装满水啊，一边一个把它敲碎，那个梨汁整个就融在整桶水缸，每个人喝一碗，皆大欢喜。我们做事啊，你看李炳南老师说的，学佛就是学人情事理，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会伤天害理哦。其实人情事理啊，就是体恤人心啊。你看这个家里住1000个人呢，当正廉常常好东西一拿出来就儿子赶快来，你看所有的人眼睛瞪得清不清楚，清楚哦。结果这些很远的亲戚啊，一看没有偏私自己的儿子哦，通通一样哦，甚至于刚好喝到只剩他儿子的时候没了，好，你们不用喝了。周邦道校长做到了，是吧？救济品来，谁先发？学生发了，有剩下的才是自己孩子才发，不然就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老和尚讲一句话？我们的老师就指的是周邦道校长他们哦，对我们人生的影响超过父母。你看老师的德啊，老师平等啊，没有偏爱自己的孩子啊，震撼学生的心灵哦。你看《论语》里面也有哦，孔子也没有偏私他的儿子伯鱼哦。有一个学生，问伯鱼：“你父亲有没有多教你什么？”所以当我们公平的时候啊，会感动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人哦。所以我自己啊，因为缘分有时候啊也有差异哦，所以当有一些年轻人啊，他很主动找我，没事就找我，我相对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在他们身上，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说我多花时间在你身上啊，你要带我更好的去照顾其他人哦，
是吧？哦，因为我是出家人哦，我是公器哦，公器不能私用哦。啊，你们可不能跟我搞情执哦。那你看，法师又打电话给我了。哦，那我不干这种事情哦。啊，告诉我搞的，他有罪过，我也有罪过哦。说实在的，你用情执啊，要跟老师学佛法，学不学得到？不相应啊，怎么学？啊，用情执哦，会搞成什么？争宠。哎，争宠爱啊，那就麻烦了。啊，我有看到我，啊，我也在仔细学习。啊，在老和尚身边，我有看到这个底下的学生，假如不会学哦，会吃醋哦。啊，那这种心理啊，老和尚在表演什么，你看不懂了。你常常都会起这种争宠啊、嫉妒啊这些心境了。其实老和尚一定是平等慈悲的。你不把这些烦恼放下，你看不懂。好，哦，所以人呢，啊，这么大的福报可以清净老和尚，最后随顺烦恼，你说这不是冤大头？把这么大的福报就这样折掉了。好，哦，所以我们马敬忠哈，要掌握清净长老的机会哈，但是不可以搞情执哈。OK。啊，当然我们长老是很有定功的，阿弥陀佛。好，哦，这个是正莲税里的榜样哈。哎，我们看第二252页。280句啊，赏罚也要公平哦，不然人会很受伤哦。当然，赏也是智慧哦。哦，哎，这个人对于整个学会的贡献很大、很长远，这个当然啊，你在赏的时候就是一种表法。你在法的时候也是佛法，也是一种表法哦。哦，哦，比方说过去生跟你缘很好的，他犯错了，你还是秉公处理，哎，这个就人家心里就服气了。哎，好，这个福当赏者不赏，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移其所行，当罚者不罚，则为恶者侵其国法，而孤其所守，而护其所守。哎，你该罚他没有罚，哎，他就越来越嚣张了。哦，你看赏跟罚都要掌握时节因缘哦。哎，应当奖赏不奖赏。那么做善事的人就会失去本来的愿望啊，因为这是团体鼓励的啊，结果他做了，哎，也没有被肯定，他觉得好像没有意义了啊，还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意义了，移其所行啊。当惩罚不惩罚，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轻视国家的法令，然后肆无忌惮了，随顺他的习气啊，甚至继续作恶啊。我们出家受具足戒啊，了解到佛带领出家众啊，赏罚分明哦。有一些责罚是你犯了这个错，你就不能再成为出家人，也是罚得很重的哦。啊，这样
才产生一种人心啊的一种这种震慑的力量，不敢去犯这一些错误。不能说我们学了佛了都不能罚别人了，这个不妥当。你看佛在这个世间他是怎么运用的所以这一些我们都要懂得用在这个带团体上面。好，第四呢，集思广益啊，当领导人要懂得集思广益，调动所有人的潜力，调动所有人参与进来，大家去感受一下一个团体的氛围哈。假如团体的人都是，多做多错那领导怎么说，我们再怎么做吧，这个团体就缺乏积极性。风气其实是领导人形成的人存正举。就像唐太宗，他能接受劝谏底下的人就这个风气就形成了，很敢给他提意见了。那这一句集思广益主要是讲接下来的，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商量的话，在倒数第二句我们读老和尚这几句教诲感觉一下，我们言语的态度一个态度就影响整个风气了。命令只是接受，他可能口服，心不一定服。可是商量才是领导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组织就怕一言堂所有人的意见都被压下去了，就只能听他的了我们要了解，就像我自己也都这21年了，其实都处在高位，很多时候第一线的状况、基层的状况并不了解假如我们那个自己的态度没有形成，大家很敢把情况反映给我，那很可能我下的决策都跟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最后会出问题。出问题都是佛门的事都是大众的事所以这个因果很重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苗条，我以前做错太多了，我现在跟你们提的我都有惨痛的经验但是我佛慈悲让我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们还有心愿意做但是呢，我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了那我不能再轻易犯错了好，那这一段呢也很值得大家来体会好，我们顺着感受一下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领导人抱怨带来记恨宽容乃是智慧，少说讽刺的话领导人要讲暖人心的话，不能讲讽刺的话多说尊重的话，讽刺显得轻视，尊重增加了解你越尊重他，他心里话就愿意跟你讲你就跟他交心少说伤害的话，多说关怀的话，伤害形成对立了，你那个一语伤人，刺痛他的心了这个就结了梁子了那关怀获得友谊了
啊，还有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啊，老和尚当面跟我们说啊，要多鼓励啊，少批评，啊，批评造成隔阂了，鼓励会激发团队下属的潜能哦。好，这个是集思广益。好，第二呢，集思广益的榜样啊，诸葛孔明啊，他不所思于天下，他把自己的过失啊公告整个国家啊，然后他能集众思广忠义啊，勤工无之缺，让底下的人没有挂碍的把他的问题指出来，诸位领导啊，我们的下属没有顾忌指出我们的问题啊，大家觉得好不好？还是他在那里丢毒啊，犹豫半天？我们是办大众的事呢，我们办的不妥啊，位置越高因果越重呢，啊，底下的人可以没有顾忌的提醒我，我就不会造那个业呢，他是来帮我来护念我的，哦，我是不想当领导啊，哦，因为位置越高因果越重啊，好，你们假如有遇到哦，肯坐我的位置的哦，哎，赶快通知我哦，哎，好，哦，我一定给你顶礼三拜，这样我就可以八个小时听经，八个小时念佛哦，好，啊，第五啊，坐之君啊是。知人善任啊，首先文武之政不在方策啊，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啊。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我们办政治啊，啊，这个136页。中庸的教诲啊，好，周文王、周武王啊，是159句，他们施政的道理及方法都记载在典籍上啊，所有这些君王、官员都查得到。但是呢，如果有像文武圣王那样的人存在啊，那他们就会把仁政啊施行。可是没有这样的圣王，这样圣王消失了，虽然有这些记载的典籍啊，有这些方法，但是仁政呢就会止息了。所以施政的关键在于获得圣贤人才。真是如此啊，你真正用了一个人才在那一个部门啊，那个部门就 OK 了。你今天办一个重要的事情活动，你把那个总干事、把那个负责人用对了，这个事就成了。所以知人善任对领导来讲啊很重要。所以要想得到人才啊，那既然为政人最重要了，那为政在于得人啊。那怎么得人呢？取人以身啊，就是你要获得人才啊，必须修养己身来感召。
人才不是说哇你觉得他很好你就可以获得哦。当我们的心境不能用这个人，人才是留不住的啊。魏征假如没有遇到唐太宗，他也发挥不了哦。你看诸葛孔明遇到刘备他可以发挥哦，他遇到阿斗呢他就不好发挥了。所以人才他是不求他的名利的啊，只要感觉这个领导人有私心有名分利啊，他就走了哦。所以人才是要自己修身啊，修养感召来。那修身修养自己呢，修身以道，要遵循道德伦理啊。那修道以仁啊，遵循道德伦理下手处就是仁爱，仁爱存心啊。所以君仁臣忠啊，真的仁慈了会感召很多好的人才干部过来。好啊，下一句呢，知人者智，智之者明，这是老子的话啊。我们欲知人者要先智之，我们看自己就看不清楚，要看人才看清楚不容易啊。欲爱人者先智爱，我们都不知爱哦，真正人才来我们也不见得能爱护他啊。第三啊，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收哉，人焉收哉。好，这个就讲到观察人了。我们时间到了，大家已经很辛苦了，听了两天的课了。好，那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再一起探讨啊。那明天呢，可能速度会比较是高铁啊，高速铁路啊。大家马来西亚现在建高铁了没有？哦，好，还没建呢哈，也不是坏事啊。但是大家有机会啊，到了台湾可以坐高铁啊。大陆也很多，大陆的高铁很多啊。好，明天我们再加点速度啊，速度可以增加啊，但是心还是要定。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